接下来是来自大拿店的消息，安乐工行提供失智无法度生活自理以及罹患长期慢性病需要医护服务的时段，在接近端午节的前夕，巧巧小肉粽董事长郭桂玉送暖关怀时段，提供无限量肉粽预备，将益助安乐工行。安乐家园提供湿地，无法度生活自理，以及罹患长期慢性病，需要医护服务的长辈。在接近端午佳节的前夕，巧巧小肉粽店董事长郭桂玉送暖关怀长辈，提供无限量的肉粽预备，益助安乐家园。端午节快到了吼，那我们本身吼，因为安乐家园需要很多的经费，那巧巧肉粽特别吼配合端午节的活动，然后推出了五种肉粽的一个认购。那如果各位朋友你需要来帮助我们认购肉粽的话，可以来跟安道基金会跟安乐家园吼来一个洽询，或者用电话来联系。那这个数量是没有限制的，你买了肉粽就可以来做安心，来做公益。郭桂玉亲自在分区是贩销量上大的两人土豆肉粽，新鲜佮美味，是大家上喜欢的口味。香菇、花生跟蛋黄，哈，这样子很丰富的食材，要教在场的各位老大人来包。对，这个最传统销量最大，这我们巧巧小肉粽店里面销量最大的一个产品之一。对，我这一次帮这些老大人教他们包肉粽，也提供很多肉粽，无限量的提供肉粽，要给我们安乐家园做重建家园的一些经费。嘿，所以这一次的义卖活动，我希望是一个抛砖引玉，让社会大众更多的爱心善心人士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您买多买肉粽，不管是买一颗也好，买十颗也好，买100颗也好，都是为我们安乐家园筹备一些经费。在6月12日之前向安道基金会订购，以实际行动支持安乐家园，以优质人性化的专人照护，甲专业照顾长辈的服务工作。订购专线：0537031168，专三空。最新新闻，蔡明东在哪里？采访报道。给我人生最闪耀的宝石，没关系，这也没办法。没想到我辛苦的一生，竟然在你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很抱歉，我是一个贫穷的爸爸。治疗息型肝炎实在太贵了，加上晚期发现，错失了治疗的机会，所以对不起，爸爸没能牵着我的宝贝走上红毯的那一段，因此如今我只能在天上注视着你，但相信你一定会得到幸福。嘉义市现在有免费名额筛检 C 肝，并且全额补助治疗，治愈率97%啊，爸爸！嘉义市是肝癌发生率全国第一，死亡率全国第6，是息型肝炎的重灾区。以前治疗息型肝炎，它是需要施打干扰素，非常的痛苦。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息型肝炎现在有口服新药，副作用小，而且健保可以全额负担，
97%以上的人可以治疗好。现在要请30岁以上还没有筛检的好朋友们，赶快来参加嘉义市政府办的免费筛检吸型肝炎，免费筛检吸肝，携手保护心肝。